Hello， 四哥大少爷，今日又嚟到深圳啦！深圳咧，我一定要去到龙华试一个特别嘅餐厅。嗱，呢间餐厅啱啊，今日先开幕嘅。啊，睇睇，今日咧就系啊天星码头嘅茶餐厅开幕啦。今日咧嗱，老板特别邀请我哋啊嚟到试下呢个啊特色嘅吓啊呢个拼盘啊，咩啊拼盘啊？拼盘当然里边有鸡啦，系嘛，有烧肉啦，又有吓啊烧鹅、叉烧，仲有啊。不过咧啊咁多样嘢啊，四喜临门，等个四哥试下。呢嚿燒肉好唔好味道先？哇！呢啲原來係五花腩啊，正啊！好試下先啊！哇！犀利啦！哇！原來啲燒肉咧特別好味道嘅，真係你睇落啲燒肉咧，啖啖係肉啊，有半肥瘦先好食噶嘛。你知啦，燒肉太瘦都韌噶嘛嚇，整起上嚟特別好味。嗱，有機會嚟到啦嚇。啊！深圳龍華區呢度啦，天星碼頭試下呢個啊！啊！天星碼頭呢個啊！啊！四喜臨門嘅啊！燒味拼盤啦！咁啊，好多人。